朱元璋发明的梳洗之刑究竟有多残酷，几乎没有女犯人能熬过去。订阅不一定多精彩，但绝对值得信赖。订阅真正历史，会让您更快乐。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王朝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系为主，在这种制度下，人至高于法治，皇帝有着很大的权力，他可以操纵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各方面的建设。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君主的决定很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是很多人的生死存亡。正是这样的权力，也致使很多皇帝残暴不仁，滥杀无辜。这其中就有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他登基称帝后开始变得越来越生性多疑，非常重视自己的皇位，一直排除异己，避免自己的皇位被别人夺去。也正是这样的思想让他残害了不少忠良之臣，其中也有很多无辜的生命遭受牵连。朱元璋生活在元朝末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天灾人祸频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朱元璋失去了父母和兄弟，他长大后又被贪官陷害，艰难求生。由于自己成长过程受到的各种不公待遇，在他登基称帝后被打击贪污腐败，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反腐皇帝。为了惩罚犯行为不轨的官员，他绞尽脑汁设计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罚，其中梳洗之刑最为骇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刑罚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个刑罚是专门针对那些不注意卫生的人，然而事实上这种刑罚的残忍程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在正式开始梳洗之刑之前，犯人的衣服会被脱光，接着赤身裸体的犯人将按倒在铁床上，背部向上，四肢用绳子牢牢绑住，以防止他们移动。与此同时，还要用布堵住犯人的嘴，防止犯人咬舌自尽。接下来行刑官员要去准备沸腾的开水，准备工作就绪，要开始正式处刑了。首先行刑人员会拿出一把铁刷子，然后刽子手将准备好的热水多次倒在犯人的背上，就像给猪脱毛一样。犯人被开水灼烧，即使恐惧已经蔓延全身，却因为动弹不得，嘴里还塞满了布条，无法哭喊出来，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然而到这里处刑过程还仅仅是到了一半，紧接着刽子手会拿起事先准备好的铁刷子使劲刷洗犯人的背，每刷一次都会掉下一大块肉，如此反复地刷，直到最后看到骨头。刽子手经验丰富，能很好地掌握泼沸水的次数和刷洗的力度，既要让刑罚继续下去，又不能让犯人习惯高温或是提前疼痛致死，以便于能顺利完成整个刷洗过程。因为整个刑罚的过程与洗脸梳妆的动作非常相似，所以刽子手将刑罚命名为梳洗，并慢慢传播开来。这完全是不把人当人看，活活地将一个人抽筋扒皮，能引起人生理上的不适。什么样的人才能犯下如此大罪，才能遭遇这样的酷刑？我想很少有硬汉能从这种刑罚下坚持下来，大多数人在用滚烫的开水一遍一遍冲刷犯人后背的时候就已经坚持不住，心里崩溃了，体质弱一点的甚至会直接死去。但是这个时候执行刑罚的刽子手可不会停下，他们的心早已变得冷血，根本不会去管犯人的身体状况，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只会按照原本的刑罚步骤进行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以想象，在刽子手用铁刷子刮犯人后背的时候，一次一次的剐蹭下血肉，那种情形令人不寒而栗。当然这个惩罚不会因某人的怜悯而结束，只要上级没有要求停止，刽子手就会一遍又一遍地去梳理犯人的后背，不去管犯人到底什么情况。正常情况下被执行的犯人都受不了全套，能熬得过浇开水这一关也都倒在了刷肉这一关。这个刑罚完全是奔着折磨人去的，在刽子手停手之前犯人早就死去多时。这些受梳洗之刑而死去的犯人，有流血过多而死的，也有因疼痛过度而死的，甚至会有吓死的。由此可见这项刑罚的恐怖之处，朱元璋设立的这项刑罚令人闻风丧胆，不少明朝犯人在听到自己将要遭受这个刑罚的时候，都会祈求自己早早死去，恨不得一口气赶紧咽下去，不再受到这种生不如死的非人折磨。朱元璋制定这个刑罚着实令人胆寒，以至于明朝的许多犯人在听到他们将被处以这个刑罚时，都会祈祷自己早日死去，以避免遭受这种生不如死的非人折磨。我们正常人连听完这个执行过程都可能会产生心理阴影，想着世间怎会有如此可怕的刑罚。那么可想而知受刑的人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几乎没有人能从这种刑罚下逃脱性命，他们大多死得极为凄惨。在明朝的历史上，甚至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都算得上是一位非常残暴的统治者，因为他在位期间杀害了很多人，也造成了许多重大的悲惨命案。据不完全统计，朱元璋在登基称帝后所杀害的无辜之人多达数万人，这是一个怎样触目惊心的数据。这也很直观地让我们了解到朱元璋是一个多么喜杀戮的人。其实朱元璋有这样的性格特点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比较大的关系，那就是作为草莽出身的他，能凭借着自己辛苦的打拼登上皇位是非常不易的。他经历过太多的战争，双手布满了鲜血，更看遍了世俗的丑恶，所以最后登上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朱元璋自然也会患得患失，因为在他手底下许多的将领和谋士有着完全不逊色于他的统治能力和领兵作战的才能。就比如有着在世诸葛之称的刘伯温能够谋略天下大局，统兵大将军徐达也是手握兵权，更是身经百战的老将，能够与朱元璋比肩的人可以说不在少数。在这些人之中，如果谁要想推翻他朱元璋还是比较容易的。正是这样的情况让朱元璋不得不对身边的人留有警戒之心，毕竟谁也不想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最后拱手让人，搞不好落一个身死殒命的下场。所以朱元璋在登上皇位之后也变得越来越多疑，只要发现有谁存在谋权篡位的想法和行动，便会第一时间被朱元璋所除掉。为了能够更好地加强皇权，朱元璋除了通过钓鱼执法来惩治一些存在叛乱之心的臣子和将领外，还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措施。这个专门的监察机构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定的了解，这个机构便是锦衣卫，在后来也延伸出了东厂和西厂两个组织集团。而这个锦衣卫机构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对于意图谋反之人有着先斩后奏的权利，并且所有的锦衣卫只听命于朱元璋一个人的调遣，对于朱元璋有着绝对的忠诚。正因这个机构直接隶属于皇帝，所以自然而然他有着一般机构所没有的权利，他可以对于那些存在叛乱之人使用非常残酷的刑法，进行严刑逼供，以询问出与之相关参与谋反的人员。虽然这种做法引起了朝中文武百官甚至社会百姓的强烈反对，但朱元璋并没有对其进行严厉的打击和制止，因为这对于他维护皇权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他需要通过这个监察机构和非常的严苛残忍的刑罚来保证不会出现越来越多想谋反叛乱的事情。而除了这种酷刑，当时的锦衣卫还有创造出了18种酷刑，就比如攒指、夹棍、拔舌、断脊、坠指等等，每一种刑罚都是触目惊心，更是有违人性和道德。所以到了后来的朝代，这些刑罚遭到了朝中官员和百姓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再加上儒家思想发展，这些酷刑在后世也一一被取缔。或许很多人看完了上述这些，认为朱元璋是一个残暴不仁、草菅人命的皇帝，可实际上纵观历史上诸多皇帝，我们不难发现很多统治者和朱元璋的做法如出一辙，而朱元璋在历史上却能算得上是功过相抵的一位君王，因为他作为平民出身，对于百姓的生活疾苦留着很深的体会，在位期间对于明朝社会民生的建设可是一丝不苟，同时对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建设也是力求完善，这让明朝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朱元璋如此残暴，却没有被人民推翻的重要原因。朱元璋从登基开始，就展现出自己残暴冷血的一面，他用强权来震慑那些虎视眈眈的人，用各种非人的刑罚作为惩罚罪恶的手段，这是朱元璋的执政理念，我们无法智慧。但是像梳洗之刑这样的可怕刑罚不应该出现，如果以惩罚人为目的的话，不必用如此凶残的方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治也越来越健全，梳洗之刑这样的非人刑罚不会出现，各种法律都在尊重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但是没有刑罚并不意味着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国家对违法犯罪绝不姑息，